不来自世界树内部的消息能算我的收获吗？价值如何？非常有价值。那么接下来是私人时间。啊，你干了什么？小吉祥草王说的没错，我的力量残存无几，就算动用体内所有残余的神之力，也只能支撑这个屏障一小段时间。我告诉你的秘密应该配得上你的一些感谢，现在作为回报，希望你能回答我的问题。把手给我。像这样对话应该还听得见吧？不，已经做不到了，只能短暂地对你说几句话，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存在历史被改变的事吗？可以了。什么？怎么啦？就看到你们突然拉了一下手。没什么，谢谢他帮我的忙而已。再会了，你们最好早点离开这里。你要去哪里呀？等一下，不是说不能乱跑吗？反应很快嘛，不过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。从今往后，散兵或侵袭者这两个名字都将不复存在。那些死在他被杀的与我有关的人应该过上另一种生活。不会，散兵，你不会要做什么蠢事吧？说起来，我不喜欢虫子，又小又多，群集而生，除掉那些东西会让我觉得愉快。可是现在虫子爬到了错误的地方，幸好这一切都能被纠正。我会给出一个干净正确的答案。三边，三边，不行，他真的消失了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。